年从韩国出道，近日回到大陆发展，凭借一出古装剧爆红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今日为了新片到处宣传他，却意外在日前走出机场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只见画面中可以看到，他刚抵达武汉，准备参加相关活动，戴着黑色鸭舌帽还有口罩低调现身。但尽管如此，依旧挡不住他的明星风采，吸引大票粉丝围观，人气可说是相当高。但没想到他一走出机场，准备要上车时，却突然有人朝他丢了一个东西。所幸他已经顺利上车，并没有被物品丢到，但还是吓坏不少粉丝，就连一旁的保镖都以为是危险物品，赶紧把脚移开。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但影片曝光后也马上登上微博热搜，网友纷纷直呼太可怕啦。Bye.